大家好，我是丁丁的小助理丁之助，今天来和大家介绍液压这款游戏初期要怎么画得精巧。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游戏体验，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群互相交流讨论哦。奈米克预算大概才一两千的玩家，上头礼包也就是游戏中间会跳出来的限时礼包是可以买的，有一个金色饰品的礼包，因为我开服断线太久就错过了，但它会让你在前期过得很舒服，价格也只有60块钱台币。再来是限时的金币礼包也可以买，为什么需要金币呢？是因为打怪掉落的非常少，而且在商店购入稍微高等一点的技能都要六七位数起跳。再来是卡包类，单抽在商城要200钻，即使是商城礼包也要990元台币，虽然有附赠钻石，但是限时的抽卡包也是相对划算的哦。那充装包就是看个人的需求，所有的限时礼包大概价位都会落在60-90到320元。再来就是游戏的月卡，月卡就是活动里面的黑羽翼特别补给品，价格是690元台币，可以在每日优惠里面开通月卡。除了抽卡包以外，主要是经验加 20%， 每天呢还会有时间补充装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每天的金币商店要记得购买，至少把装备充到安定装。再来就是如果一般玩家坐骑是优先于武器的，为什么坐骑优先呢？主要是你即使你今天抽到了重复的，它能力值也可以做叠加，重复的之后也可以做合成，每个阶级颜色增加的攻速几乎是双倍，而且全职业共用。小氪预算在10000元左右，如果你预算稍微高一点，那就是以上全部都买满，再加上坐骑，大约9000台币就可以保底紫色了，基本上这样前期就算毕业咯。当然武器也有保底，但武器种类很多，运气好的话当然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运气不好抽到不同职业的，转武器一次是1000钻，一般人还是花不下去的哦。接下来是中小氪，预算大概在20000块左右，那就是以上全买可以获得保底的紫坐骑、紫武器，经验加成 40%， 金币加成 10%， 还有很多的抽卡包跟 40% 的经验成长药水。那如果你就是一般的氪长，只要看到礼包都买，那大概就需要花费2000美金，也就是60000台币，大家就是量力而为咯。如果你喜欢以上我们的分享，请用行动支持我们，让丁丁跟我们介绍如何使用实况主赞助，让我们欢迎丁丁。如果在游戏中有进行商城消费，你会获得赞助点数 Seed， 可以到液压官网点选上方的 SSS， 开启下拉选单，然后选择实况主赞助现况，滑到中间的验证实况主这里，搜寻 DING1003， 就会出现我的频道，点选上方收藏，然后进入我的频道，你可以在这里观看我的每一场直播，觉得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及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将你的赞助点数分享给我，你的支持与肯定是我努力创作的助燃剂，感谢你们，让我们一起成长吧。快加入丁丁的液压群和我们一起讨论吧，关注我，告诉你更多游戏的小秘密。